的小巨蛋中。可以了，算了。可是罗志祥小柱展的是小巨蛋啦，28号《敖乌狼人杀》总冠军演唱会是罗志祥及花莲跨年晚会复出后的第二场演出，开场呢就是象征修罗的新单曲《修罗》。压轴演出的罗志祥狂跳16分钟 non stop。经纪人小双表示，演出前一天，罗志祥整天都不敢进食，把体重瘦到72公斤。罗志祥也在收工后发文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疫情快散。过年呢，他跟以往一样会回花莲陪妈妈打麻将。2月呢，则会依照原定的计划出发美国举办3场巡演。哎，在这之前，献出你们的尖叫声吧！让我们一起拍拍小巨蛋中。出声，我是李佳薇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祝大家虎年大吉！祝你可以一马当先，两全其美，三羊开泰，四四如意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七报喜，八方云集，九九长长，十全十美。虎年大吉，虎气冲天，虎虎生威，如虎添翼。祝大家虎虎生风，虎年行大运，虎虎生风，虎气冲天。在新的一年，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健康如虎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平安健康。虎年行大运，虎虎生风，如虎添翼，虎虎生风，虎年旺来。虎年行大运，健康如虎，一切厚厚厚。想知道最新的娱乐动态吗？请锁定娱乐新闻。要更多的娱乐动态吗？请锁定，请锁定娱乐新闻，请持续锁定娱乐新闻，一定要持续锁定娱乐新闻。翅膀，眼看那，眼看那，慢慢慢慢的膨胀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